现场今天 Happy Girl 带了很多礼物要来送给大家，你们热心在那里 Happy Girl 就会把礼物丢在那边，想要礼物的手举起来，跟掌声来一次。好的，今天现在开场，一开始就要来介绍我们 Happy Girl 来的几位成员。第一位要来欢迎我们 Happy Girl 的毛儿，耶！我们再来跟我们其他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高雄的 Happy Girl， 尖叫声在哪里？现在是休息时间吗？休息时间是，那当然一起来派对时间好不好？双手举高，准备好，这边的朋友。